01人生的四个境界，不想上学，不想上班，不想上西天。02人生就是一吃了之，一睡了之，一骂了之，一笑了之，一走了之，一死了之，一埋了之。03希望你想吃什么马上去吃，想做什么马上去做，毕竟你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。04不要指望谁陪你一辈子，没光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。05请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因为零件不好配又极其昂贵。06过去的别再遗憾，未来的无需忧虑，现在的加倍珍惜。07今天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天就是小事。今年再大的事，到了明年就是故事。08不要向不相干的人诉苦，因为 20% 的人不关心，剩下的 80% 听到后很高兴。09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，不是真心给我的东西我也不要。使好心情才会有好风景，好眼光才会有好发现，好思考才会有好主意。11金钱就像水一样，缺水渴死，贪多淹死。12希望是火，失望是烟，生活就是一边点火一边冒烟。13快乐不是因为得到的多，而是因为计较的少。14当你简单的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。当你看待一个事情复杂的时候，它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复杂。15一个人心理衰老有两个标志，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。16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对你设置了特别关心，你却对我设置了访问权限。17到了这个年纪，重要的人越来越少，但留下的人越来越重要。18好朋友要保持距离，这样的友谊才能长久。19聪明的人想得通，精明的人看得准，高明的人看得远，你是哪种人。20生气最受伤害的是自己，原谅别人才能释放自己。21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，年老时不拖累你生的人。22还没死就别把自己当废物，还活着就好好的过活。太经典了，发给朋友们看看吧，你最喜欢哪一句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